有一些朋友很好奇，评论员的真实工作是怎么样的？他们在家里面这个聆听对比器材到底是好玩还是很枯燥？今天呢，我就把这个真实的一面呢展现给大家。今天我的这个任务呢，就是聆听这个国产的 Hollow Audio 的苍这台耳放。对比试听的参考机呢，我找了一台 Wells Audio 的 Enigma，这是来自美国的这个耳机放大器。那么每一个评论员他所使用的参考耳机可能不同，我这边选择的呢是 HD800，同时呢，如果需要呢，一会儿还会用AKG 的这个 K701来测试一下。那么每个人对音乐的这个喜好不同，每个评论员可能选听的这个曲目也不一样。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，你可能一个作品要听五六种不同的这个音乐，那像今天我们首先听的是这一张，菲利普出的这个《Brass on Broadway》，它是一些这个铜管乐的这个作品。好，我们来听听看。一般的评论员也会做快速切换的这样的这个操作，那么这样的这个做法呢，提前要先把两个对比视听机器的音量把它调整到一致。你能够明显感受到 Wells Audio 这台耳放的这个大力，圆号的这种亮感。有一些评论员呢，他们会可能听30秒钟，1分钟左右。那每个人的这个选择不一样，有些评论员短时间就可以快速切换。我曾经看到过潘志强先生，可能30秒就能够切，而且能够准确地抓住声音的特点。我一般呢就选择听1分半到2分钟这样时间再切。好，那么听完之后呢，我们还会换另一副耳机。现在大家听听看，K701展现的这个表情怎么样？那么，这个苍这个机器呢，它有两段的这个选择，可以选择这个，啊，这个是这个低阻抗的这个输出，
好，暂时就听到这里吧，下次我们再聊。